前几天机灵姐挑战了30分钟背诵课文《四季之美》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那30分钟发生了什么。四季之美，春天。首先要通读全文，东方一点一点。这里说的通读不仅仅是要读一遍文章，还要对文章做个简单的标注，比如查阅生词、性词。这个字怎么读？更要对文章内容有个大概的理解。对文章结构有个框架，接着就分段落开始背诵了。好认真呀，也可以圈出一些关键字方便记忆。夏天最美是夜晚，好难。再来，不要怕难。夏天最美是夜晚。 Yes sir。 好，过过过。自我调节情绪。 Oh I'm very good。 也要自我鼓励哦。Oh my god，好棒，当主持人在背稿，给自己制定目标，加油努力啊！你一定可以的。在遍地铺满雪霜的早晨，在无雪无霜的凛冽的清晨，你要升起。大家还有什么背诵好方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